这个小东西你见过吗？浴室里来一个能放发夹首饰，还可以沥水；化妆盒上来一个能放口红眼线笔，还能当个垃圾桶顺手丢棉签卸妆棉；冰箱侧门来一个，内装外装都可以，放酱料包、益生菌等等，刚刚好。笔筒上来一个，燕尾夹等等小文具，存放拿取更方便。抖音。